我没有讲什么。我们都讲到五十一结束而已。我们讲到它的循环。一个叫做能量的循环，一个是水的循环，一个碳的循环，一个氮的循环。你这几个都没有。我只有水还没讲，我只有水还没有讲。有啊，秋叶有讲那个什么。我都讲了、啊。秋叶有讲那个什么二氧化碳，什么一氧化碳。我还好，昨天有录影，啊、哦，都有录影。他要讲氮。如果不相信，你可以看昨天的录影。有证据啊、哦。我再讲一遍。阳光的循环，能量等循环，阳光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，变成植物的生理的一部分，跟它的纤维质。或者它的淀粉，或者它的葡萄糖，储存起来，然后被动物吃了，所以这能量就进到动物的身体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动物可能被别的动物吃了，进到另外的动物里面去，最后动物死掉了，它被细菌分解，所以能量就这样子完全消耗完毕。消耗完毕。OK， 消耗这是能量的。如果去它都消耗完毕吗？有没有东西是细菌没办法分解的？有些什么东西细菌没办法分解的？或许有，对，或许有，我不知道，或许有。对目前来讲，不知道哪些东西细菌没办法分解哈。但是基本上不是小到，你说物质小到怎么样？不是这样的，现在目前基本上说的分子或是原子啊，人类都可以观察，应该是说。有些东西是不容易消化，比如说像蛋白质不容易消化，头发那种蛋白质很难消化，所以基本上像有些昆虫死掉之后呢，骨质钙质也不容易消化，那些东西它会留下来，它会变成这些像化石动物，或者像你看木乃伊死了那么久，它有时候头发都还在，啊，我们身体可以做一些防腐的处理。烂掉了吗？没有，头发没有烂掉，头发你是有时候甚至你去看。有些尸体啊，它上面就是那个毛发都还在啊，所以这种毛发的蛋白质不容易消化，啊，不容易被分解，可以的，不一定是可以的，就是只要是毛发，要是毛会变色吗？不用，不会变色啊，它是一个很原色。好，好，然后这是能量的流动，那碳的流动是什么？碳的流动是什么？燃烧，不是燃烧，碳的流动是燃烧，燃烧是二氧化碳或一氧化碳，植物。怎么去把碳吸收的？光合作用。光合作用嘛，吸收二氧化碳，不错哦。晨晨今天特别厉害，加一点哈。好，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跟水之后呢，它用阳光的能量把这东西转换成葡萄糖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我在讲第二遍了哈。H2O 是水。哎，是啊，所以啊 ，H2O 是水吗？是啊。我看吧。啊，那同时要糖，所以碳被吸收了，碳被吸收之后呢，它一样变成植物的一部分了，在葡萄糖里面，然后再转换成淀粉，再转换成纤维质，再转换成各种东西之后呢，我们去吃这个植物。那人工淀粉有吗？你们可以不要连在一起吗？嗯。你们可以自己坐自己的位置吗？啊，我刚刚就不会写一下。所以，那人工淀粉又怎么做的？没有人工淀粉。没有人工淀粉，那是基础。我们现在没办法做人工淀粉。现在目前有些科学家在，淀粉啊、有些科学家很努力的在做人工肉。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肉以后啊，如果说是养猪养牛去得到肉，那些肉都很多，可能有些。不是那么方便，而且你要养猪养牛，你要花很多时间，你要花很多场地，你会产生很多废气。所以他如果做人工制造肉的话呢，他可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所以他的制造人工肉，但目前为止，据说有成功的，吃起来的肉很像牛排，但是没有那么好吃哈，还没有到完全成熟。那无淀粉呢？什么？无淀粉。什么？无淀粉。你们现在写一下，哪无淀粉？如毒。毒我都要煮那个，来，我写给你看。我刚无淀粉的。
但是什么是毒淀粉？新闻不是有包过吗？你没有看那个新闻。毒奶粉。毒奶粉是什么？毒奶粉？你们要起这个音，你要可以把事件讲清楚点。什么毒淀粉？他怎么发现的？什么黑心商标，然后被检查出来什么淀粉有问题？这个我不知道哈。啊？我没有看到新闻，对，下面有电视新闻，我没有看新闻。好，所以呢，碳被固定到植物，植物在被人类吸收，被吃掉了，被动物吃掉了，被昆虫吃掉了，这些碳就到它身上去。那我们身体有没有碳？有啊。所以碳就循环到我们身体，对不对？水啊。水不是碳啊。碳跟二氧化碳啊。碳是这个东西啊。所以身上就有碳。那我们如果死掉之后呢？这碳就会被细菌再分解，它又回到二氧化碳去。所以二氧化碳它是一个循环，就是碳循环是这样来的哈。你经过这循环之后又回到二氧化碳本身出去了。好，那什么是氮循环？记不记得？我们讲为什么植物啊或者是动物啊都需要氮？因为很氮。为什么需要氮？因为氮是什么？氮气很重要。那是氮气吗？算了，这种三个，上次在班没什么用。